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有两个选择。见了。感受到太阳的亮度吗？别担心，枪刀随便取，你没有一点胜算。你燃起的火焰无法熄灭。你看到几支枕头啊？马过来，我会复仇的。
监视暴风城的力量。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盯着我会不久的，
时间。太神奇了，调音很完美。我是你薛我们的目标天启发了。有伤才有得
编织现实。大舅舅刚哎。仇大要对决吗？小心，你的对手就是我。人家俩不听话嘞，太神奇了！刚才怎么了？我们的冰霜天赋保护了我们。
我们的火焰天赋强化了你们。知识是你的救赎。